我是一颗糖，我是一颗糖，我是一颗活力四射、朝气蓬勃、五彩缤纷的跳跳糖。各位青春制作者好，我是个人训练生徐百宜，今年22岁，身高158。别看我个子小，但是我志气高。一，我立志要在节目里原创一小段酷炫 rap。二，我立志要掀起我的万年铁刘海。三，我立志在人前不能留下我珍贵的泪水。不好奇我为什么是一颗跳跳糖吗？因为我立志在你们心目中成为一个又甜又炸的 girl。 Music。青春制作人，和我一起吧。